哦，这个水晶它照到自己的背面，这就很神奇了，你知道吗？果然是地灵区啊，连反射都反射得这么乖。想看看自己的脸，抱歉，你只能看到背而已。哇，好大啊，这里！哦，固勒顿二号，会不会跟他打个泰金团体战啊？I'm ready. 我觉得不用哎。硬要我放呢，我觉得不用呢。好啦，该不好可以用它战斗。你是固勒顿，我以为是他躲到那么远。我以为是纸板的神兽出来了，哇，哥哥打弟弟，呵呵，凶屁啊！我们的小顾也太可爱了吧！所以以前的古代，哥拉顿满街跑就对了，神兽满街跑。啊，所以其实还是会有纸板密勒顿，Oh my god，一堆古代的，还好吧，三只而已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止三只，那个梦妖魔好帅。救我们，固勒顿！好好好，尼莫比较可靠。太痒了吧，击中要害这样。哎，还抢头哎、欸！这里可以吧？这里可以吧？又给我抢头！给我开电光一闪抢头！
哦。他想偷偷收服啊！敖教父应该比较可靠了。没，哎，正义法。没用啊！换我雷了。敖教父是真的猛，害怕才是心灵导师。他讲这句话才有用。我们那边每个人在那边讲屁都没屁，都没有用，只有跟他相处久的才有用。哎呦！有人欸，博士，博士坐着，博士怎么了？我看博士已经变机器了。他很像那只固勒顿变的。哇，看来是机器了。可惜了，害怕。到底是把自己改成机器人，还是……而且他刚是用大师球收服的，太帅了。那是人工智能，哦呦呦呦，真正的博士已经不在了。原来是。舍身救了固勒顿呐！所以博士早就没了，怕一怕哭哭。为什么他？第一个问题一定就是为什么他自己关不了？为什么他一定要我们大老远跑过来？这个问第一题的呢，就是浪费了那个时间；问第二题的呢，就是已经知道答案还要硬问的，所以我们一定是问第三个。传送精灵球，哈，都要问哦。古代与现代的宝可梦彼此和平共处。
充满原始与根源，原始回归。全部都会像地灵区那样那么无聊，只有那几只宝可梦。最强 AI 彻底打倒。使用太晶力量制造时光机。哇，伏笔！哈哈哈哈！很有礼貌。一旦你想要关闭机器，我大概就会攻击你。哦，你很猛哦！你很猛哦，怕，先跟他站对面，不能站对面，人家在这里放，啊、，Let's go， 哦，鸡皮疙瘩，啊，太震撼了！哎，不能用神兽啦，哭啊！请退出吧。哦，好帅哦！可是你地面系是不是要被我克了？你是火加地面，四倍克制。没死。嗯，他不是地面加火。他可能是超能了，速度155也没用啦，我170啊，哎，没下，哎，他会不会妖精系吧？完蛋了。完蛋了，被克制了！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啊哈哈！啊！哎哎，就是打不死，打不死我就吃，哎，敲烂他，敲烂他！Nice， 赢了。然后下去。
真的要攻击我就训练家自己上来打好不好？哇，好帅哦！三合一磁怪。哇塞！哇，大意了。没多猛吗？他把能秀的都秀完了。哎，他速度还比我快，太扯了吧！完了。嗯，赢了，赢了。居然敢让我的小傻瓜倒下！轰明月，轰明月是那个吧？之后最强来了，最强来了！哦，好帅哦！哈哈。先当降你功，哎，没事哦，没事哦。看你这只多猛！意外没想到他被克死死，哈哈哈！哎，下去。害怕，你不要进来。终于将时光机啊，将他的愿望成功阻止了，阻止的阻还要背他。你已经长这么大，我的儿子。哎，太金，念错名字。感觉要打太金团体战了，我没骗你，这个场景。又来了！不能用啦，完了，真的上去打 ！Oh my god！
自己逃走的话，大家先我一起逃走啊！难道？第一次操控神兽，喷射火焰，全开猛撞，挺住，太晶爆发。哎，太进化吗？哈哈，好险没用。他怎么会那么多招啊？我的都。啊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把他吃药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吃药了，不用担心。哎，搞不好不吃药，照着剧情走就赢了。太晶爆发，最后一个太晶化，上啊！再见了。
一句话能够弥补吗？唉，这只能用时间去治疗了，还是要生活下去，但真的没办法那么快，我觉得，这是一个悲伤的事情啊。最后，谢谢大家陪着沙鲁又走过了一趟旅程，第一次尝试这个宝可梦真传，对于珠子，我感到非常满意啦，真的。从以前看着别人玩那种 Game Boy 像素风。我就已经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进入宝可梦世界。那现在我们现在是个 3D 立体如此真实的宝可梦生态，看着他们飞，看着他们跑，算是圆了我的一个童年梦想，真的很感动。然后这也是沙鲁第一次去踏足 Switch 游戏，一开始很多技术问题，然后很怕录影品质，好在现在看起来影片是还算 OK，说不定之后 Switch 游戏也会进入我的手背范围里面。那最后系列的完结，老话一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还会一起经历很多精彩的冒险，一起见识很多有趣的人事物。那我是沙鲁，我们下一场冒险见，大家拜拜。那最后的感谢献给我的宝可梦们，陪我到最后的这六只：小傻瓜、请假王、红莲凯奇、烈咬露莎。然后还有仙子一步跟月亮一步，感谢你们，当然还有我们固乐顿宝贝。